会把我有的口红拿出来画在手臂上，就是看它这样一排在我手臂上，就觉得哎，好疗愈哦！你看这些都是我有的，这样。我可能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我就会去整理钱包，就会开始把钞票就是头对头、尾对尾放在一起。对，所以你突然会有一叠一叠的。哎，小庄，好，没事，你先忙好了。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次的大案子啊？我跟你说，就是让我来嘛，真的是，我真的不愿意。要吵，先不要吵。哎，等一下，刷子，来，刷子给我。好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大案子，对，交给你处理了。YC， 这个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去刷厕所。第二间。哎，我去南部见客户。三天不会回来哦，大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哦，哈。好，拜拜。Party！ 搞什么啊？老板，你不是出差三天吗？耗子，做得很好耶。我是先把事情做好之后传给老板，我才开始弹吉他。对嘛，大家多跟耗子学学嘛。你好，嗨，喂 ，Hello， 嗨，喂 ，Hello， 怎么没有声音？喂，搜讯不好，去外面讲哦。那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回去思考一下好了。好 ，OK。我来好好思考一下。经理，我先给你看一下，我去看看印好了没有。我现在很忙，你不要吵我。打完都好再给你看。你先忙我 QQ 那边。好。哎，我的文件夹呢？哎，小庄，好，没事，你先忙好了。到底要买哪一件好呢？电脑怎么那么慢啊，打不开。你网络会不会很慢啊？这样没有效率。电脑好慢哦，都跑不动，怎么做事啊？瘦身或者是穿搭一些的文章，网友就会说，她都长那么漂亮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今天用一个丑的，你们会来看吗？奇怪，下班的时候去舒压按摩这样子，好烦哦，帮按摩。什么是你压力的来源？父母、经济还是男女朋友？什么样的状况你会暴怒？我们来有请东森的小编讲一下他们实际会遇到的真实状况。Let's go。怎么样的状况会让你爆炸？剪一支比较复杂的影片，然后我又把那些影片全部都剪好了，就只剩最后一个步骤储存输出的时候，电脑就宕机了。再开一遍的时候，已经全部都不见。然后那支影片我可能做了四五个小时，就很崩溃。那你们会怎么舒压？就我会把我有的口红拿出来画在手臂上，就是看它这样一排在我手臂上，就觉得哎，好疗愈哦！你看这些都是我有的，这样。就这个概念。差不多吧。请帮我马赛克一下。你们已经戴口罩了。是主管前面跟我说 A 的时候，都已经做完，然后给他看完，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应该这样做才对啊！他就给我讲个 B 的答案，我想说。那你前面讲的 A 是什么？敢回问说，那你不是叫我做 A 吗？你的主管在背后很火，说哦好，是，那我现在马上改。不好意思，我如果很爆炸的时候，现在不是有那个 IG 有限时动态嘛，就会发打一串文，然后可是我把它缩的这么小发出去，然后我就很爽。因为我就把我的情绪发出去，然后可是没有任何人看到，然后大家就问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没事啊，心情就很舒爽这样子。
我的话是遇到不讲理的网友，瘦身或者是穿搭一些的文章，网友就会说，她就长那么漂亮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今天用一个丑的，你们会来看吗？奇怪欸，下班的时候去舒压按摩这样子，好烦哦，帮按摩。有点大力，因为我们小编通常都是需要授权影片来后制，明明到了已经要报题目的时候，却没有任何的授权影片，询问了一堆创作者，也没有人半个人回我们的时候，这时候问了30支，然后一个都不回，这时候觉得很焦虑、很爆炸。我可能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我就会去整理钱包，数里面的钞票有多少，然后里面的硬币有多少，就会开始把钞票就是头对头、尾对尾放在一起。所以你团队会有一叠一叠的，因为我会有一些合作对象需要跟他们要那个稿件，有的时候合作对象会脱稿，我就要不断的询问他说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好，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，通常他都无法如期给我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很烦，因为他不给我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，他如果一直拖延我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话，我就整理桌面吧，把一些小东西就是换一下摆设之类的，然后摆完之后还可以讲说，哎，对方整理好了没有，如果再没有就在整理方式的桌面，对，那所有的同事都整理完了，他通常都还没给我，他都还会给你。就知道有要讲是谁了吗？不行。如果就是有时间性的影片要交的话，就会一定会爆炸。时间很短，那你剪不完，我就炸掉。不是常常会这样吗？对。所以你常常在爆炸。对，我是吃东西，甜的、喝的、咸的都可以。我喜欢喝饮料，就是有料的那一种，你可以咀嚼，觉得这样子很舒压。就是上班会有很多很多的零食在身边。经过我们访问完六位神秘的小编之后。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秘密哦，不晓得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小编抒压的方式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结尾找我来的意义是，我就让我这样靠着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找男朋友吗？不是啦，是我儿子，你看超可爱的吧。超级确定，老板喜欢漫威系列。走，我去送给老板。老板，生日！老板，你手上那个是？哦，我新刺的刺青啊。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事。蝙蝠侠啦！哦，真的被蝙蝠侠气死哎！老板，生！没事，不要进来啦。哦，是玩具总动员啦。老板来得正好，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贴针。老板，你可不可以一次讲清楚到底喜欢什么啊？这样造成我们的困扰哎。是冰雪奇缘。生日快乐啦！哦，是艾尔莎哎，有他妹妹吗？我们这次的提案全新发想，女主角呢还在做飞行伞的时候遇到了龙卷风，被吹到了福建省。能不能再具体一点？好哦，就是呢，女主角呢，她是台湾的化妆品企业家。能再具体一点吗？然后呢，男主角他爸爸是总政治局长。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？再具体一点啊！具体一点啊！具体一点的话，具体来说呢，就是这个公仔是女主角，她被龙卷风吹到对岸，挂在树上，被帅气的男主角中队长救了下来，两个人一触即发，蹦出火花。就是在那边的歌，那种那种，真是大概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就具体多了嘛，早点这样说嘛，真的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呦，你怎么啦？我刚刚被老板骂了。哎，没事啦。你没有听过披头士一首歌吗 ？Let it go,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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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 it go。是黑币吧？哎，是吗？好笑哎。不过谢谢你啦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情不自禁。不行是不是？不行。好吧。
Peggy， 我帮你申请的人寄到了。哎，谢啦。你要走了？对啊，我今天会早退哦。你要去找男朋友吗？不是啦，是我儿子。你看看，你超可爱的吧？哎，你这个扭蛋公仔超可爱的哎，你根本就是暖男哎。你不要误会了，我是一个孤傲、高冷的男人。大家有没有真的认识大咖的人脉？好不好？我们活动需要。好，我是认识阿翔。可是我们请得起论坛阿翔吗？哎，是后脚想起阿翔。那我们这次表演就请后脚想起的阿翔。啊，突然想起来，他的电话我删掉了。刘经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刘经理，祝你宏图大展。刘经理，再创高峰。我们后会有期。拜拜。其实很怀念前经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当经理的人就是要主动的承担责任。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次的大案子啊？上次你不是跟你跟那个窗口吵架吗？那这次我来好了。这次我来，客户的老板有偷偷加我的 LINE 哦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让我来嘛，真的是，我真的不能忍。个人能力。好，先不要吵，先不要吵。哎。哎、欸欸欸，等一下，耗子，啊，你拿马桶刷干嘛？厕所堵住了，我去通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来，刷子给我。好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大案子。对，交给你处理了。YC， 这个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去刷厕所。哎、欸，第二间堵住。哎、欸，我去南部见客户。三天不会回来哦，大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哦，哈。好，老板，拜拜，拜拜，路上小心啊。Party！ 搞什么啊？老板，你不是出差三天吗 ？YC 还在那边打 Switch。打这么激动，阿年，你们还在那下西洋棋，我还下这么烂。那边现在要用走西西里防御，这样吗？嗯、啊，对对对，耗子，哎、欸，你做得很好耶。我是先把事情做好之后传给老板，我才开始弹吉他。对嘛，大家多跟耗子学学嘛。我们这次活动，我想要找一个大咖来表演。那大家有没有人脉可以好好发挥一下？哎，尼克，我跟你讲，我认识阿达，很帅那个阿达。对，我之前跟他唱歌，你看照片。不是这个是我啊。对，哎，我再找找，我再找找。啊，要找。大家有没有真的认识大咖的人脉？好不好？我们活动需要。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，我是认识阿翔。阿翔？你是说那个阿翔吗？可是我们请得起论坛阿翔吗？我超喜欢他的。哎，是太小相信阿翔，阿飞仔也很好，也很好，对啊，也很好啊。欸、那我们这次活动就请后脚想起的阿翔来表演好了。好，謝謝，那我去处理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突然想起来他的电话我删掉了。哎呦，到底要升谁当经理啦？阿伟。我刚好多订一个鸡腿便当，你最爱的，要不要来一个？不用不用，啊，等下你怎么没敲门？老板，还是他是现做的，我带了一个特级厨师来哦。欸、等下你那个特是刚才才粘的吧？啊，都出去，都先不要烦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关门关门。妈，你觉得我们那个经理的缺到底要升谁比较好？我觉得那个耗子不错哎，他每次啊都很有礼貌。全公司啊，就只有他会跟我说谢谢哦。好吧，那我们经理就升耗子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妈。好。我是你来公司多久了？6年了，还没升职。好啦，没关系啦。当你秀秀。